进行这个投票表决，通过刚才的这个联合国的推迟一会儿。不过这种情况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也非常的长，必须是有15个理事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做，有很多的媒体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美国的，这个每个推迟10分钟15分钟的会议开始的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。复杂多变，地区动荡，恐怖主义，